看本次视频，你会学会一个使用单挡摆脱防守的技巧，一个使用突破制造空位的时机，一个三打三的基本走位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为何福田可以上篮的手啊？我们慢动作来看一下吧。福田贴近高沙的单挡走，做了一个一对一的局面，于柱也选择防守第一段。为何藤真有一次空位出手机会啊？我们慢动作来看一下吧。藤真向左上方走，而荒木向左下方走，当他们差不多重叠的时候用突破，荒木就在藤真之后造成空档。为何福田有一次出手机会啊？高沙抢完篮板之后，荒木和福田两边散开拉开防线，而最巧妙的是高沙的单挡，这个出手机会不是偶然，而是良好的团队合作才能够形成。
我是你猪我猪，我不懂说国语，做一个视频花上了很多时间，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 like， 我怕我会支持不住，下次见。